1月11日，中国探月工程嫦娥4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首次实现了地球与月球背面的测控通信。1月14日下午，国新办举行探月工程嫦娥4号任务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嫦娥4号任务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详解了探测月背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从科学角度来讲，月球背面，尤其我们这次选择的着陆区，是非常最古老的一个撞击坑，它的这样一个的地质构造以及矿物一些组成，可能呢对于月球的年代呢更具有代表性啊。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科学方面，月球背面呢是有一个天然的屏障，是作为月基的这个低频射电天文观测啊，应该说是一个有利的场所。孙泽洲说，人类探测月球几十年，更多的集中在月球正面，对于搞探测的人来讲，都希望进行全月球的到达。我们这次呢是月球背面的到达，可能未来呢我们还有月球极区的到达，这些方面呢，这些工程这些能力的提升啊，就是代表着我们可以在月球上可以获得更多我们原来没有那么精细去获得的一些数据，也便于我们更好的了解月球。关于到达月球背面有哪些技术突破的问题，孙泽洲指出，对于月球背面的软着陆和以前任何一次月球正面的软着陆，主要有这几方面的不同。第一呢，就还是通信的问题啊，这是必然要面对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任务呢，嫦娥四号实际上是三个航天器两次任务啊，就在去年的5月21日，我们发射了这个鹊桥中继星啊，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对于中继星来讲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构造一个地月的一个信息的交互，其实我们这个中继星呢是一个小平台大天线啊，而且我们整个的中继的方式呢和我们实现中继的指标呢与地球中继卫星呢还是略有区别。地球的中继卫星呢，我们主要的作用距离也就是4万公里，而我们这一次呢我们要面临的8万公里，同时呢我们这颗中继星呢从它的经费投入以及它的这个重量还有它尺寸等等各方面呢，相比我们地球轨道一个中继卫星呢都要小得多。孙泽洲表示，嫦娥4号在月球背面崎岖地形软着陆，不仅要考虑安全性可靠性因素，还要考虑如果着陆区落得不好的话，包括地形对于通信和光照的影响，这对于我们在月球长期生存都会带来制约。